毁灭成慧，毁灭无知待，毁灭灭惑，毁灭罪上，毁灭毕竟，毁灭破印。诸佛子所愿苦灭道圣谛者，比离垢世界中，毁灭坚固物，毁灭方便分，毁灭解脱本。 毁灭本性时，毁灭不可回辞，毁灭罪行境，毁灭住有边，毁灭受记权，毁灭作究竟，毁灭净分别。诸佛子，离垢世界说是是地，犹如是当400亿10000000，随众生心悉令调伏。 咱们娑婆世界的所有名言，在离垢世界里呢变了。他那个世界有他那个世界的名字，道理呢跟娑婆世界是一样的。跟我们现实生活也如是了。我们是陕西省说的话。 跟东北有点方言不同，对。各个省份的话都不同。在世界上一切住世界中，所有的名词不同，它的义理还是一样的啊。一个是由祸生业，由业而受苦。 祸是因呢，因呢，有什么因就感什么果呀，因为人家经常我们说起祸造业，起祸你心里想的，本来我们心里想的是妄想啊，这个妄想有时候。 他要去做，想完了之后，不是想想就算了，想想要做，要去做就叫造业了，造业。这个业呢，苦业，有什么呢？苦因，起惑造业的，他这个苦因呢，一定要感苦果。如果想想就算了，那只是心念了。 那不同了，并不是我们所有的打的妄想都去作业，不见得。打妄想想想就是了，想想是，在菩萨说这想已经犯错误了。咱们凡夫说你得做了业才算呢，才能感果，也能感果。说呢，从做任何事儿。 大小，真的做了，做了一定就受。那你做善业，那就善业感善果了，恶业感恶果了。修道，道也是作业，那就得到灭的果。也都如是。但是那个世界的名字。 跟我们这个世界的名词不同，义理是同的，苦集灭道都一样的，一个是做的生死业，一个是解脱业，那就看你所做的业吧，娑婆世界入世，离垢世界也入世。 尽管它名词不同，它所含的义理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啊。那懂得这个道理了，那个世界跟这个世界一样的，起惑造业受苦。这可没说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极乐世界你造的敬业，它没有这个名词了，当然不同了。
这都说的跟这个相等的。嗯，这慧眼世界，嗯，有慧有见，嗯，那纯净的世界没有说，嗯，这都跟这相类似的。嗯，这个西方离垢世界，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那边这边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比离垢世界还很远呢，因为这是咱们临近的娑婆世界临近的住个国度，住个世界。嗯嗯，但是生老病死苦烦恼，那大概这个周围的世界跟咱们这个世界是相近的，没说净佛国度啊，说的相似的国度，可以意会，用咱们的义理去想去。诸佛子，此娑婆世界所言苦胜地者，又说一个世界啊，比丰仪世界中，会有难眼处，毁灭显害根，毁灭有海分，毁灭极寂常，毁灭差别根，毁灭增长，毁灭生灭，毁灭障碍，毁灭刀剑本，毁灭树所成。诸佛子，所言苦寂圣体者，比丰仪世界中毁灭可恶，毁灭趋势，毁灭出皮物，毁灭耐着，毁灭名气，毁灭名动。诸佛子，所言苦灭圣体者，比丰仪世界中毁灭相续断，毁灭开显，毁灭为无文字，毁灭无所修，毁灭无所见，毁灭无所作，毁灭寂灭，毁灭已烧尽，毁灭舍重担，毁灭已出患。诸佛子，所言苦灭道圣体者，比丰仪世界中毁灭寂灭行，毁灭处理行，毁灭勤修正，毁灭难隐去，毁灭无量寿，毁灭善了知，毁灭究竟道，毁灭难修习，毁灭自彼难，毁灭无能胜。诸佛子，丰仪世界说是圣地，犹如是等四百亿十千名随众生悉令调伏。这是说北方，在我们娑婆世界的北方，那个世界名丰仪世界。嗯，丰仪世界所有的四圣体法的名词，嗯，跟我们娑婆世界的名词不一样。嗯，名词不一样，所含的义理都是一样的。所有这十方世界中，嗯，这都眨眼世界。清净世界没有举啊，他举的都是眨眼世界的，这是跟我们相似的。嗯，四圣谛法的名词不同，他说断修正，嗯，还是相同的啊，相同的。这咱不做解释了。嗯，诸佛子，此娑婆世界说有苦圣谛者，比摄取世界中，毁灭能解脱，毁灭非善有，毁灭多恐怖，毁灭种种戏论，毁灭地狱性，毁灭非实意，毁灭贪欲淡，毁灭身重根，毁灭随心转，毁灭根本空。诸佛子啊，所言苦寂圣体者，比摄取世界中毁灭贪着，毁灭呢成伴，毁灭过呢，毁灭数集，毁灭能知取，毁灭想，毁灭有果，毁灭无可说，
毁命无可取，毁命流转。诸佛子所言苦灭圣体者，比摄取世界中毁命不退转，毁命离言说，毁命无相状，毁命可心落，毁命坚固，毁命上妙，毁命离此，毁命灭尽，毁命远乐，毁命出离。诸佛子所言苦灭道圣地者，比摄取世界中毁命离言，毁命无障，毁命教导，毁命善回向，毁灭大善巧，毁灭差别方便，毁灭入虚空，毁灭寂静行，毁灭圣智，毁灭能了义。诸佛子摄取四字中说圣圣地，犹如是四百亿十千名随众生心悉令调伏。这是东北方的啊，摄取世界东北方啊，所有的名字不同，它的义理呀跟娑婆世界还是一样的，一样。的名字不同嘛，是他那个世界的方言道理是一样的啊。说这个不做结算，诸佛子是娑婆世界所言苦圣地者，比摇移世界毁灭重担，毁灭不坚，毁灭入贼，毁灭老死，毁灭耐所成，毁灭流转，毁灭疲劳，毁灭讷相状，毁灭生长，毁灭利印。诸佛子所言苦寂圣体者，比摇移世界中毁灭败坏，毁灭浑浊，毁灭退失，毁灭无力，毁灭上司，毁灭乖违，毁灭不合合，毁灭所作，毁灭取，毁灭意欲。诸佛子所言苦灭圣体者，比摇移世界中毁灭出欲，毁灭真实，毁灭离难，毁灭腐坏，毁灭离乐，毁灭随顺，毁灭根本，毁灭舍因，毁灭无为，毁灭无相续。诸佛子所言苦灭道圣体者，比摇移世界中毁灭达无所有，毁灭一切因，毁灭三昧障，毁灭得光明，毁灭不退法，毁灭能尽有，毁灭广大路，毁灭能调伏，毁灭难以闻，毁灭不流转根。诸佛子摇移世界四圣体法，犹如是的四百亿十千名随众生心悉令调伏。诸佛子是娑婆世界所言苦圣体者，比鲜少世界毁灭显落狱，毁灭细胞处，毁灭邪行，毁灭啊随受，毁灭无忏词，毁灭贪欲根，毁灭恒河流，毁灭常破坏，毁灭具火性，毁灭多忧恼。诸佛子所言苦寂圣体者，比鲜少世界中毁灭广地，毁灭能取，毁灭远会，毁灭流弹，毁灭恐怖，毁灭放逸，毁灭奢取，毁灭择处，毁灭宰主，毁灭树房。诸佛子所言苦灭圣体者，比鲜少世界中毁灭充满，毁灭不死，毁灭无我，毁灭无自相，毁灭无分别，毁灭分别尽，毁灭难乐住，毁灭无限量，毁灭断流转，毁灭结行处，毁灭不二。诸佛子所言苦灭圣体者，比鲜少世界中毁灭大光明，毁灭眼说海，毁灭简杂意，毁灭和合法，
毁灭李曲卓，毁灭段香旭，毁灭广大陆，毁灭平等宴，毁灭借方便，毁灭罪邪罪圣见。诸佛子，贤少世界说是圣谛，犹如是等四百亿十千名随众生心悉令调伏，这是西南方。诸佛子，是娑婆世界所有苦圣谛者，比欢喜世界众毁灭流转，毁灭出生，毁灭失利，毁灭眼浊，毁灭重担，毁灭差别，毁灭内显，毁灭忌讳，毁灭乐宰舍，毁灭苦恼相，乐舍宰啊，毁灭乐舍宰，毁灭苦恼相。诸佛子，所愿苦寂圣谛者，比欢喜世界中毁灭地，毁灭方便，毁灭非实，毁灭非实法，毁灭无底，毁灭奢取，毁灭离界，毁灭烦恼法，毁灭邪劣见，毁灭垢聚。诸佛子，所愿苦圣谛者，比欢喜世界中毁灭破依子，毁灭不放逸，毁灭真实，毁灭平等，毁灭善见，毁灭无变，毁灭无取，毁灭无相，毁灭自在，毁灭无生。诸佛子，所愿苦寂灭道圣谛者，比欢喜世界毁灭入圣界，毁灭断际，毁灭超等类，毁灭广大相，毁灭分别尽，毁灭神通道，毁灭住方便，毁灭正厌行，毁灭常记录，毁灭舍解脱。诸佛子，欢喜世界说圣圣谛，犹如是等四百亿十千名随众生心悉令调伏。诸佛子，是娑婆世界所言圣谛者，比观耀世界毁灭破坏败坏相，毁灭入坏气，毁灭我所成，毁灭住取身，毁灭树流转，毁灭住讷门，毁灭性苦，毁灭可气舍，毁灭无畏，毁灭来去。诸佛子，所愿苦圣谛者，比观耀世界明毁灭行，毁灭粪毒，毁灭和合，毁灭受资，毁灭我心，毁灭离毒，毁灭虚诚，毁灭乖伪，毁灭热闹，毁灭惊骇。诸佛子，所愿苦圣谛者，比观耀世界众毁灭无极寂，毁灭不可得，毁灭妙药，毁灭不可坏，毁灭无浊，毁灭无量，毁灭广大，毁灭绝分，毁灭离眼，毁灭无障碍。诸佛子，所愿苦灭道圣谛者，比观耀世界众毁灭难隐行，毁灭离欲，毁灭究竟时，毁灭入意，毁灭性究竟，毁灭净现，毁灭奢念，毁灭虚解脱，毁灭救济，毁灭圣行。诸佛子，观耀世界说是圣谛，犹如是等四百亿十千名随众生心悉令调伏。诸佛子，是娑婆世界所愿苦圣谛者，比震应世界中毁灭逆此，毁灭世间，毁灭所依，毁灭闹慢，毁灭眼浊性，毁灭四流，毁灭不可乐，毁灭浮常，毁灭树灭，毁灭难调。诸佛子，所愿苦圣谛者，比震音世界毁灭虚自福，毁灭心取，毁灭能否，毁灭随念起，毁灭自后变，毁灭共和合，毁灭分别，毁灭门，毁灭飘动，毁灭引法。诸佛子，所愿苦圣谛者，所愿
普灭圣体者，从真因世界中毁灭无一处，毁灭不可取，毁灭转环，毁灭离真，毁灭小，毁灭大，毁灭善尽，毁灭无尽，毁灭广博，毁灭无等价。诸佛子所言苦灭道圣体者，比真因世界中毁灭观察，毁灭能摧敌，毁灭了知印，毁灭能入性，毁灭难敌对，毁灭无限意，毁灭能入智，毁灭和合道，毁灭恒不当，毁灭殊胜业。诸佛子，真因世界说圣体法，犹如是等400亿10000000名随众圣心悉令调伏。诸佛子，如此说不思议状说是圣地，有400亿10000000名，如是东方100000亿，无数无量无边无等，不可数不可称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说，尽法界虚空界所有世界，比一世界中说是圣地，已有400亿10000000名随众圣心悉令调伏，如东方南西北方视为上下，以复入世。诸佛子，如此娑婆世界有如上所说10方世界，比一切世界也各有入世10方世界，一世界中说苦圣地有100亿万种名，说寂圣地、灭圣地、道圣地也有各100亿万种名，皆随众生心之所乐令其调伏。说这么一个10方世界说了10方，那你每一个世界又有一个10方，就是这一世界中无穷无尽的10方，那各个所有的苦圣地都有100亿种的名称，是重重无尽的意思了，重无尽思了。从这个密训世界是我们娑婆世界之半，所有念这些个都是娑婆世界之半，那么娑婆世界是主，那其他的世界都是娑婆世界之半，其他每一个世界都有佛，没说这个没说佛哈，也像我们娑婆世界一样，此世界是释迦为主的，所有这个10方世界，十方的还有10方，有100方世界，每一个世界都有一个佛，都有一尊现在住世的佛，那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的半。要说那个以密寻世界为主，那10方世界都是密寻世界之半。至于他里头所说的法名词，音译不同，咱们所念这个还是翻译成咱们娑婆世界的文，你要念它原文不是这样子的，是念的翻译，他那世界的原文呢，那个话那个音上也不是像我们这样的。咱还不说十方世界了，就说我们中国好多个民族，咱就举西藏民族吧，大家都学密教的吧，密教的名词跟我们显教的名词翻译过来，如果你用它的原文的意思，你也没法懂。他的比如说吃饭吧，他叫萨玛萨，萨玛萨翻成汉语叫饭吃，饭吃，他主客颠倒了。那说咱们的话呢，说吃饭，咱要把他那个萨玛萨翻成吃饭，又把他那个文字又给他翻了过来了，他叫饭吃。喝茶，喝茶他不叫喝茶，家通，家通就什么呢？咱要翻过来，
写的通家，不像话。随顺他的文字叫家通，也虽说他家通，家通是什么呢？茶吃跟咱的生活习惯不同，懂得这个意思了，各个世界的语言文字都入世。一个民族一个民族语言不同，但是他表达的义理翻译出来含义是一样的。肚子饿了要吃饭，他表达的语言不同，他的含义是一样的。饿了要吃饭嘛，知道这个含义了，咱们念这个十方，你把第一个娑婆世界知道了，其他也就是这个意思，是苦寂灭道十生地法，那个佛，他那个佛，他那弘扬的法，根据他那个果度，咱们是随缘吗？对，这应机说法吗？对哪一类众生机说哪一类的法？叫十生地法啊，十生地品。咱们得介绍了，就介绍这么多。当代佛门奇宿，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。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兴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，享寿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。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圆满生命波罗蜜，精进修行满人间，断除三毒诸烦恼，慈悲菩提大愿力。各位生命菩萨大家好，快乐从哪里来？关心别人，关心众生，那就快乐了。痛苦哪里来？只为自己想，自私，那就痛苦了。所以佛陀跟我们说，不要起贪嗔痴三毒，不然有烦恼就会造业，就会受苦。那要怎么办？菩提心、慈悲心、空心，以这三种心去圆满波罗蜜，那你的生命就圆满了。愿生命电视台祝大家生命圆满，阿弥陀佛。护持证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调教生命的罗盘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，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。佛道无上誓愿
春。